老师，你体重多少？哎呀，问住了。体重多少？灵魂拷问又来了。但是这个你得跟人实话实说。是。因为他要算你的体重是几个人拉，什么速度，对吧？对。全是靠人控制的，你这不能撒谎。我吗？公开还是保密？是公开的，但是因为我上一次量已经，反正我想算一百。你小点声告诉我。那现在算一百十一、十二吧，这样子。一百二。真的没有，我刚开始，你问他们，我刚开始录节目的时候是一百二，现在已经瘦了。好，那就按一百二的算啊。没有，我真的瘦了。